Yo， 陈志浩 ，How how how are you？ 你好你好，听说你去年去考职考，不对不对，是前年才考，结果成绩考不好，烂到爆，亏你到美国念几年视觉特效。说到特效，你出道比我早，怎么特效上的跟我一样少？人要活到老，又学到老，可是你动漫更新的慢又少，绝对无敌雷神王，我的年纪都还比他小，当年靠小朋友影片才发酵，现在要靠接班跟双声道，你才有人要，才有人要。提醒你要对人真诚的笑，我都有押韵，都有押韵。Hook， 祝你好，嗯。